家呢，不管外面的那个经济是怎么样子的，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哦，然后好好的呢，为公司的未来，为公司的目标做一个打拼。这首歌叫做《坚持》，坚持。我相信可能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一首歌，那也希望呢，能够用这一首歌呢，让大家能够继续的在我们万载工业呢，努力的打拼，您讲好不好啊？咱下下唱的跟我唱啊，我台语无够练得，我这条台语歌我非常喜欢，送给你，好不好？2015年的你们大家都辛苦了。谢谢，我们制造部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你们。